Good mor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. 我们在大安区 and it's coffee time, baby. Let's come check it out. 门一打开就可以闻到香喷喷的咖啡味。在跟老板点咖啡之前，我们先来欣赏一下他们的格局。我觉得超 chill 的。Yo, 终于是要泡我的咖啡的时候了，不知道老板会请我喝还是要自己掏钱，但没有关系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最后老板居然是请我喝，哎 Thank you so much. Peace.